是吧？啊，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X 的谢天一，谢谢大家来看《梦想的旗帜》千秋乐公演，谢谢。耶！谢天一，千秋乐快乐。谢谢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天一。谢谢谢谢。谢谢。然后今天千秋乐了嘛，就是刚才因为我们不是第二首完之后要换衣服嘛，然后我们刚才拿这个外套放往那边放的时候说完了完，这是最后一次放这个外套了，然后说这是最后一次跳什么这四首，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会儿跳中东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穿那个衣服跳中东，对，最后一次露肚子，不用露肚子，然后还不用在地上打滚，对对，已经打了一年多的滚了，然后然后没有然后了，就好，就请大家多多期待我们的新公演吧，谢谢大家。耶！